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，女生来例假的时候，男生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？其实，最正确的做法就是关心与陪伴，适时放下手头上的东西去关心他，而不是一边打着游戏，一边说，让他多休息，多睡觉。漫不经心的关心，对女生来说是毫无作用的。女生大姨妈来了，就跟生病是一样的，多喝热水，或者责怪她这种话就不要说了。多喝热水这句话本身没有错，难受的时候多喝热水确实有用，但是放在你和她之间，女生更需要的是体贴关怀。总有人说，我是男生，我体会不到女生这种疼痛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关心。这句话是错的，换位思考完全可以体会到。坦白讲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会关心人的男生，男生只是有时候关心的方式会出错。那种什么都不关心你的人，是不爱你的人，您知道了吗？